接下去要表演的是太鼓，那我们这个太鼓社团成立大概两个月，啊，那我们一个礼拜练习一次哦，那因为刚开始练习，所以我们待会在表演过程当中，我们分两个阶段，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太鼓的暖身操啊，就是把几个基本的动作串联起来，那第二个表演就是刚刚所讲的正式的一个太鼓曲目，叫做《夏风》。那接下去就由我们太鼓社团的小朋友带来演出。那希望各位给予热烈掌声，谢谢。下去正式曲目《夏风》。Thank you.
好，谢谢朱主任带领的高原国小太鼓社，好像有一点那个日本鬼太鼓的神韵了哈。好，那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明道又来了。刚才我们的是跆拳有氧，现在比较不一样哦，现在要表演的是跆拳道的刑场和技击。可以看到他们准备了相当多的道具。